累挺啦，我还寻思你不知道累呢。你跟福宝，你俩现在配合的挺好吧，一唱一和的。他开抽屉，你往出拿东西，是不是？哎呀，还不让看是啥？那东西吃多了，肚该疼了。我跟你说，你把手松，让我看看是啥呗。嗯，我看你拿啥了，捡着啥大漏子了。那看看呗，不给看呀！妈呀，那米拉手上有虫子，那么大个大虫子！哎呀，你快松手，要瞅瞅那手，米拉，这手生虫子了！你呀，那么大个大虫子，你看，这还不好忽悠呢。你那瓶里边有没有吃的都是两说，米拉。没准偷了个空瓶，还当是没事儿，你往哪藏呢？那就是个空瓶儿，嗯，还要起开看看。那你起吧，我看里边有没有东西。我不忽悠你，你起开我瞅瞅，使劲。我不要，我就看看里边有没有东西。不好忽悠我。这瓶盖不好开，是不是？呀，那里边还真有东西呢，你别说。哎呀妈呀，那我还得给你点奖励呗。那给吃一粒儿。这还真有，吃一粒儿得了啊！下次不让拿的东西不能往出拿，听不听着？这玩意不能随便乱吃，吃多了不行。米拉最棒了啊！再不行，那个跟福宝俩，他要是开抽屉，你管着他点儿啊。行，米拉最棒了啊！